迎是我们的千亿之光的我们的一个火焰舞蹈团，哇，融合我们的肚皮舞结合我们的家将舞呢，来重新诠释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家将以及呢肚皮的舞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演出。在今天这一场101年我们的台湾之光，也是我们的千亿之光的我们的一个火焰舞蹈团，哇，融合我们的肚皮舞结合我们的家将舞呢，来重新诠释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家将以及呢肚皮的舞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演出。在今天这一场101年神佑嘉义平安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真正的跨时代一个家将的一个汇演。在现场我们有传统的家将义阵，在现场布阵安排这个仪式，我们也能够看到爱好舞蹈者所成立的火焰舞蹈团，真的现在享誉全台湾，他们所带来的以家将元素呈现的现代家将舞。是，所以咱的家将文化哈，今麦已经是深植在你我的心中了，对不对？让我们呢非常庆幸，而且呢也让我们呢感到非常开心的一个演变啊哈，因为呢现在给你们问话哈，让你告诉我们问话过来的时间再玩哈，熊盖今天是熊盖第一站的中岛文化，这边惊喜到文化表演哈，所以讲，其实台湾家己市政府，会当讲伫这个活动的这个筹办过程内底，可以说费尽心思变啊，予咱的观众朋友，予咱的乡亲，会当看到传统的家长演化到今麦这个现代家长。是的。诠释啊。